干多不多？德州科航公司也是这么的，他们刚开始比较都联系的，要卖给国家那个装备局，就给中央领导人吃的海参，他们要讲价的，小东说我不讲，我也不愁，我也不跟你讲话，你要能卖就卖。他把电话给那边说要买，国家装备局那就给领导人吃要买的海参，或者谈价谈砍的挺厉害，那边吃亏扣呗。小东说我也不跟你。